认识我们的吗？那不认识，那时候都下不去。用个锤子。拿啥？啊？这怎么好啊？还要多少？把这个对的。现在要一米四。在走的过程当中，你一松它就抽，就自然的就。那么，那个刚才不是调这样的吗？这下边是长方了，然后再调长，它是对的。然后按这个。太高了啊！
他不工作的时候地方也高。嗯嗯。这个的距离一般在多少？啊，对。在多少？男女是哪？没多少，七八公分呗。啊，这样立的。操，这个尺！哎呦，别弄这个。啊，丢咱中国人面子。中国这原始的这么牛，嗯，能不能把大概？然后再试一下啊，还是不高是吧？还有点高，还高就得下这儿。再试一下，太高了，太高，嗯。不夸张了，那能切掉，它不是的，应该是几乎还有个厚度，还有包起来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嗯。等到时候切不断的话，再一点点调。操，这怎么不歪的呢？你看这个眼是不是这面挨着呢？这边是不是大？那说明这个东西偏这边，就得往那边推。多少了吗？多少了？